鸳鸯螳螂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到现在已经是2700年历史。在2014年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鸳鸯螳螂拳注重佝偻彩挂、粘黏绷打。我是从2、3岁开始学习的鸳鸯螳螂拳。武术讲了就是练功，我们要站四个基本功。首先你要修心嘛，如果你要是心不定，你坐立不安。我们是家传了，不练也不行，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自小有种的压力在身上。随着我的这个功夫的加深，我慢慢的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老师。西武这个行业是比较火了的，到了80、90年代，习练武术的人群越来越少。我父亲就经过考虑啊，把这个以前的这个门规名门派一些东西啊，要去掉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决定广开师徒。鸳鸯螳螂拳一个讲究左右对称，再一个我们本门从一纲三言五花十八搜鸳鸯谱，共有32套拳法。左右吊打啊，好，那边出拳，遵循的是五行八卦原理。我们这个拳术是打四方。兄弟们，吃饭了。好，老师。那个安吉比赛，最后那个翻盘真可以啊！我跟你说，离第一吧就差一点。对，他最后那个。投圈投的还是比较好的，没有内战。这个我们这个一说起游戏来，这个精神头马上就上来了啊。我们现在要赶到那个镇江路小学啊，去上这个鸳鸯螳螂拳的公益课。今天是第一节课开课。好，同学们上课。老师好。好，同学们好。国家级非遗啊，评审以来这个影响面吧就越来越大了，所以对我们下一步的推广宣传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推进作用。快速出展摆头走。所以我们就是作为第一个武术进学校啊，当时也开创了青岛市武术进学校的先河。我父亲经常说，黄金有价义无价。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要上山去跟我父亲去习练我们原门派功夫。我父亲今年82了，现在还能够来指点我，是我的这个真是一种幸运。学拳的目的不单纯是要自己练好啊，要把这个拳种怎么去能推广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作为鸳鸯螳螂拳本门的传承人，我选择了推广鸳鸯螳螂拳这条路，所以我必须得努力。我叫孙志成，我是鸳鸯螳螂拳第5代传承人。